台会员代表大会，也要选举监事，所以要在一个半小时里面结束。目前已经10:30了，为什么要动作这么快呢？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议程啊，那我们今天结束之后，中午啊，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到高铁站啊，去那边有高铁吃饭。那在那边用餐可以留下电话，下午3点到公司领导报到，好，参加完训的可以这样，下午3点之前。那如果你没有交通，你就我们先问一下，你不要去参加，你就到那边去休息。46号